冰城雪州还有很多很好的政策。我刚刚收到最新的一个政策，就是今年我们霹雳州很多人投诉门牌税起价，广告费起到不像样，对不对？有些广告费从前收60块，现在收3600。啊，你们不做生意的不知道的，怡宝那个大的牌，对不对？从前一年收900，现在一年收22000。哇哇，你第一天搬来霹雳州啊，哇！就证明你们没有看报纸，没有看我们的演讲啦。哇哇，我们在州议会吵了这么久，就没有看咩？被赶出来就是为了你们呢。哇哇，我真的乱起价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今年霹雳州啊，这个雪州啊，雪州跟冰城州，全滨州、雪州的华人新村。不用还门牌税，哇！哭啊！哎，是没看报纸了？真的，马来干蹦一样，不用还门牌税，廉价屋、中价屋、flat 楼，全面免门牌税，免费巴士，免门牌税，免费 WiFi， 生孩子有钱拿，读书有钱拿，私聊都有钱拿。哦，忘记讲，私聊白金2000。哇！哭啊！哭啊！换政府啦！呜啊呜啊！霹雳州换我一样给你吗？要不要？要！就这一次，等下帮忙打电话。阿仔啊，记得翻嚟啊！啊，下次啊，啊，捱好晚佢哋做政府，我哋唔使俾门牌税啊，好唔好啊？翻嚟啊！叫他们回来投票。民主，我再讲最后一次，民主不是等人家来施舍的。民主不是等当权者可怜我们的，民主是靠我们人民一步一脚印自己走出来，路是我们走出来的，权力是我们争取回来的。所以要成功，众志成城才能迈向不成，要改朝换代，告别腐败，莫再等待，我们期待为了下一代。好，我们真的很感谢香沙的兄弟姐妹，这是一场非常难打的仗，但是如果大家努力，有能够拿到88%华人选票，25%马来选票，60%印度选票，三个合起来，三兄弟齐力断金，我们就可以在江沙历史上第一次让国政倒台，让历史上第一次选一个大学教授 The Mother Professor Dr. Damisi Agan Angka Sumpah di Dewan Rakyat menjadi Ahli Parlimen Banda Diraja Kuala Bangsa. 谢谢各位，今天特别感谢 Nandre Wanakam， 明天晚上大众银行后面见，谢谢各位。